咁開心香港嘅活動咧，個內容咧就都幾豐富多元嘅，係適合唔同年紀同埋唔同界別嘅朋友。裏邊咧有包括大型嘅美食市集啦，亦都有以維港兩岸優美景色嘅作為背景嘅海陸嘉年華啦，亦都有聚焦一啲流行文化、體育、音樂呢一啲活動。主要咧就係加起嚟咧都有十幾個嘅。Happy Hong Kong 開心香港嘅一個重點嘅活動之一咧，就係我哋呢一個由旅發局籌辦嘅 Harbour Chill 嘅 Festival。咁呢個係會以維港為舞台嘅一個全港性嘅夏日海陸嘉年華。咁我哋呢個節目咧，呢個嘉年華會咧係會集合喺全世界不同地方嘅文化啦、藝術啦、音樂啦、體育啦等等嘅一個綜合嘅表演。咁等我哋嘅市民同旅客喺夏日嘅時候咧，有一個好節目，一邊咧就欣賞我哋維港景緻嘅同時咧，一邊咧係享受嶄新嘅一個多元化嘅體驗。嗱，呢個對我哋旅發局嚟講咧係一個新嘅嘗試嚟嘅。我哋嘅活動咧就將會係連續嘅五個週末，喺7月8日開始，每個週末咧就橫跨7至8月，由7月8日到8月6日，逢禮拜六、禮拜日係舉行，而我哋會喺傍晚嘅時候進行，由6點至到晚上嘅11點，係開放俾所有嘅公眾，亦都係免費入場嘅。